欢迎，您好，我是沈凌，欢迎收看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的《天下新闻》。二零二零的总统大选是进入了倒数的阶段。数据显示，选择提前投票的多半都是民主党人，而民主党目前的形势是一片看好的。尽管拜登在全国以及部分的关键州的支持民调率是大幅领先总统特朗普，但是民主党仍然不放弃催票，害怕四年前希拉里民调领先最终落败的悲剧是再度上演。 距离十一月三日的投票日只剩十五天，提前投票开跑。全美已经投票的人数高达两千七百九十万人，创下新纪录。部分州公开了选民登记资料，从已提交的一千零九十万张选票中看到，百分之五十五是民主党选民投下的票，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是共和党。民主党的选民急着出动，在邮寄和提前投票有较高参与度，筹款金额达到破纪录的四点三亿美元。 大幅度超过总统特朗普，新增登记选民的数量也占优，显示民主党支持者的热情。目前的投票转化率比共和党有优势。拜登在多个全国民调都大幅领先总统特朗普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在被列为必争之地的佛州、北卡州、阿里桑那州、威州、宾州、宾州密州这六个州的支持率也领先。这个大好的选举开局和二零一六年似曾相识。 四年前，希拉里赢得大多数民调，但出乎意料，但出乎意料地输给了特朗普，引发对选前民调的质疑。民调失准的原因与两党支持者的投票习惯有关。共和党选民倾向到投票站投票，所以容易在提前投票阶段落后，但是最后翻盘。而投给特朗普的低学历白人选民常被民调机构忽视，样本数偏低影响预测结果，也导致了当年大选日跌破眼镜。 四年后，民主党再也不敢大意轻敌。拜登团队呼吁支持者全员投入催票，并向支持者发出讯息，希望他们忽略民调，指拜登在关键制胜州的优势微弱。路透社民调显示，拜登在佛州只领先特朗普百分之一点七，和特朗普只能算是并驾齐驱。今年出现前所未有的选民两极化，尚未决定候选人的选民数量减少。对于特朗普来说， 连任的最大障碍是让已经下决心的选民回心转意。对于拜登来说，如何吸引原本支持特朗普的无大学学历白人、郊区居民、六十五岁以上选民是入主白宫的关键。天下卫视编辑报道。